二，发现有自杀意念者的危机处理方式，一旦接触到高自杀意念风险对象，需担负起自杀守门员角色，展开自杀防治工作。一方面需立即联系告知校内相关资源人员，协助了解自杀危险性，另一方面仍应经常主动关切提供支持，必要时可与之协定部自杀协议书，共同架起自杀防治网。因此第一线接触自杀意念者的每一位自杀守门员，可以做下列事项来争取自杀意念者给自己多一些思考转换空间的机会。http://www.sbhk.org/b5-alive-suicide.htm 又关事员括号 J 聆听和接纳 K 不否定自杀意念 L 直接表关心及协助 M 直接询问自杀意念及计划 N 避免让他一人独处 O 切勿答应和他保守秘密和不能到的承诺 P 寻求专业人士如学校辅导老师心理师社工师或医生的专业介入以协助之 Q 若担心自己无法承受或不知如何协助身旁这位家人或朋友的自杀危机，请自己也立即寻求及咨询，因为陪伴自杀意念者压力很大，请勿独立承担而努力请对方协定部自杀协议，要求自杀前务必联络或找到资源人士。
三、校园重点人员 Point Person 训练模式，由上述可知，自杀危机处理是需先对常会在第一线发现自我伤害意念或行为失身的校园护理人员、辅导老师、导师、教官等人员提供相关的自杀防治守门员专业训练课程之必要性，使其成为第一线的重点防治人员。 Walsh 2005训练其能具备正确同理心，用真诚的态度接纳不批评的客观语言，关心但不过分关切的姿态接触自我伤害学生，并能区辨自残或自杀行为，使自我伤害当事人在校园中能有适当的转介资源及获得进一步处理，如此才能当师生在校园中发现忧郁与自我伤害倾向当事人时，立即通报由学校体系中受过相关自我伤害防治训练的重点人员来接触该当事人。